方就是说我们要把气提起来，做的时候呢尽量用脚掌去踩地，脚后跟去踩地，因为如果脚后跟踩地人就看很容易往下松懈，但是如果把脚后跟立起来呢，至少的肌肉是紧张的提起来的，保持脚后掌踩地的同时把呼吸提起来，这样的话我们往上加紧了，动作也就轻了，就不这样松的重的了，看松的重的轻的，你越轻越紧，这个转呢它的质量才出得来。第二点呢，就是咱们走的时候